我等等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我们找个酒店。去酒店做什么？开房。李总，别开这种玩笑了。你不是想要看我的身体吗？等会儿脱了让你慢慢啃。嗯，不必了。没事儿，我不介意。我介意。那你还看吗？这是你女儿？她是江浩的女儿，叫江欣欣。江浩今天没空，我来带她。江浩那么年轻，女儿都这么大了。你好，我叫阮念初。嗯，你可以叫我念初姐姐。阮阿姨你好，叫我欣欣就好了。李从哥哥，我们今天去游乐园一定要带上这个阿姨吗？带上吧，她正好可以给欣欣拍照。好吧。你坐这儿吧。哦。李从哥哥，为什么他可以坐在你旁边？因为她是立腾哥哥的女朋友啊。我是公主，你是我的王子，王子怎么可能有女朋友呢？欣欣呀，嗯，等你长大了呢，你的王子自然就出现了。到时候呀，你会觉得你的立腾哥哥又老又胖，你就不会喜欢他了。我不要，我的王子只有立腾哥哥。立腾哥哥，我想要有小猫耳朵的那个滤镜。小猫耳朵吗？是的。来。这小孩也太会了吧！立腾，给我也拍一张呗。不要，你姿势太土。来，欣欣，我再帮你拍几张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好啊。贴纸好看吗？哎，或者他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印记啊？比如疤痕什么的。喂，你有纹身吗？感觉你们这种安保硬汉应该挺喜欢的。没有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擦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等等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我们找个酒店。去酒店做什么？开房。李总，别开这种玩笑了。你不是想要看我的身体吗？等会儿脱了让你慢慢啃。嗯，不
必了。没事儿，我不介意。我介意。那你还看吗？不看了。这东东你倒先来啊，这个得看运气，现在刺痒的可多了。你好。你是什么公主？我是冰雪公主啊。不可能，我才是冰雪公主。你是冰雪公主，我也是冰雪公主。没事吧？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没事，没事。念初、菲菲、戴杰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啊？这是我闺蜜乔雨菲，那位是戴杰。阮小姐的相亲对象，你好。前相亲对象，啊，现在是我的专属摄影师，男闺蜜。男闺蜜啊，哎，你之前介绍给我的时候，我们一拍即合，成了闺蜜。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拍我下个作品的插画。你们呢？约会。这样对。行啊，你乔雨菲，昨天还心心念念停车场小王子，今天就男闺蜜上了。你这唱的哪一出啊？谁说追求爱情的同时就不能有异性朋友了？再说了，这个戴杰摄影技术太好了，人尽其用了。哎，人家明明想撩你，奈何你却只想做闺蜜。吃你的！我还没问你呢，这里头年轻俊朗的孩子怎么那么大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后妈可不好当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而且啊。他的女儿看上去那么不好搞，以后有你好受的。戴小姐写小说呢，她同事的孩子。那这立腾城府够深的呀。为什么？第一次见面就带小女孩来，怎么考验你会不会带孩子啊？你想多了。所以呢，你确认了吗？这个人是不是当年救你的英雄？确认是确认了，但是学会了吗？我学这个干嘛？过来。瞄准三点一线，扣动扳机。对不起，我忘了你有伤了。你来试试。我要让他亲自承认。这个，三哥哥，我想要这个。哎，小妹妹，不要乱摸，要爸爸妈妈给你打。打够十发才能赢得这个娃娃呢。欣欣啊，立腾哥哥记得你家里不是有个一样的吗？是不一样，这个雪娃娃我也想要。大姐，你帮我打。作为真正的冰雪公主，这个雪娃娃归我了。不行不行，雪娃娃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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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
星星，要不这样，咱们三个一组，然后乔阿姨和戴叔叔一组，然后咱们谁先打满十枪，乔阿就归谁，怎么样？成交。好啊。哎，谁是阿姨？姐姐。你是姐姐。阿姨。姐姐。你要跟我一组。你。对啊。你会打枪吗？来吧，我已经付完款了。来吧，李总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李丹哥哥。来，我教你。加油！三点一线，瞄准前面那个位置，看准了啊！深呼吸。你先。哎，对，你先啊。就这样。啊。嗯，瞄准了啊。这种时候呢，就要把选择权交给他了。李总，没事，你再试一下，相信自己可以的。怎么还是打不中啊？你随身都带硬币吗？对啊，我家里很多这种游戏币。你选哪面？正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打就打。来，再试一下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走开！我要我的王子给我打。丽江哥哥，你来打。哥哥今天累了，瞄不准。我教你啊！来来来来，下去下去下去，你下去点儿。左手握住这里，右手在这儿，然后单眼瞄准，看到中间的红十字星了吗？就瞄它就好了。想看着你每一刻，你呢？这是不是一个梦？除了心跳，世界静了，视线暂停。从中心点直推出去，屏住呼吸，扣动扳机，懂了吗？我可以自己练吗？我再带你练一会儿，继续。瞄得挺准的嘛。你是在夸你自己吗？剩下最后一枪，来试试你那个力，调得怎么样吧。叫我姐姐，也谢谢阮姐姐，真会。来了，嫂子，李哥，进来。哎呦，我，饭都做好了，要不你们俩留下来吃点饭？不用了，孩子累了，赶紧去弄弄休息吧。哦，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二世界了。这周末会带阮念出来教星星弹琴，到时候再来。好。走了。拜拜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弹琴？
我什么时候说要教江欣欣弹琴了？原来你不愿意啊。那我明天只好去跟欣欣说，阮阿姨不愿意教你哦。我也没有不愿意，我就是吧，觉得你总是在套路我。你为什么还一直单身？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丽？你为什么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丽？这好像不是我回家的路啊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帮我放开吧，我要去找夏飞，你带我去找他好不好？你帮我放开，求求你了。嫂子，夏飞在忙，忙完就来。他在忙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都在忙。你骗我，他根本没有在忙。你别激动，我亲眼看到了，有人要他的命。他们绑架了我威胁他，他是不是死了？他是不是死了？哎，给他打一针镇定剂。好的。夏飞，他最近病情啊时好时坏，不过你们不用太担心。放开我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把我带到这儿来，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其实欣欣不是江浩的女儿，欣欣的亲生父亲叫夏飞，老夏在战场上牺牲了。而医院里的那个女人，她叫何丽华，她是星星的亲生妈妈，是老夏的妻子。因为接受不了老夏去世的噩耗，精神失常，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生过星星。那星星记得何丽华是她妈妈吗？有一次我们带她到医院看过，说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一个阿姨生病了，结果何丽华看到欣欣的时候突然变得特别安静，然后牵着她的手对她笑，她哼着一首歌曲，那首歌曲是夏飞老唱给何丽华听的。那天我们出了医院以后，欣欣跟我说她想要学琴，她想要学那首曲子，说以后有机会就可以弹给阿姨听。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想让我叫她的原因。我会好好教她的，也会守住秘密。我能问，你不承认自己是丽，
是和夏飞当年的任务有关。我不想再有第二个合理化。明天早上我来接你，带你去买琴。剧团里有一个闲置的，就用那个吧。谢谢你今天告诉我那么多，也谢谢你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我上去了。阮连初，晚安。晚安。力哥，明天还要去剧团找银币吗？不止西北剧团，还有阮念初家。立腾、啊，对，啊，以后阿姨就叫你小丽好吗？可以，小丽好。你看，你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家。你不介意阿姨问你几个问题吧？阿姨，我不介意，你随便问。啊，这么多年了，咱们闺女头一回有男朋友主动上门，你别把人吓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心里有数，你真的是。我看你讲这个人真是，来喝水喝水啊。阿姨，谢谢。我看我自己介绍吧。啊，好呀。我1990年10月27日生。张北人，哦，90年的，啊，那你现在？现在在云城经营一家安保公司，公司的状况还不错。啊，那不错，年轻有为。你父母他们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家庭关系吧还算简单。哎呦，对不住，你说阿姨也不知道。没。这孩子今儿是怎么了？这他怎么这么开心呢？念念，念念，你快一点吧啊！今天上班该迟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等我出来吧。阿姨，这不着急，女孩子嘛，我等她，慢慢等。哎，那就好。哎，要不我给你弄点水果去啊？你坐着啊。哎，你别动！你帮我一下。别动！来，你坐着啊。硬币一定是5年前有人从太城带回来的。西威剧团除了他还会有谁？我家很多这种游戏币，你选哪面？完美。妈，你把我卷发棒放哪儿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今天会来接你。